了什么？哦，听你的，喝。好，现在如何呢？来我们就学堂。来的。行，在学堂。在学堂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毕业建筑学，喜欢旅行。我也对看电影有感兴趣。你呢？我的爱好是学习不同的语言，还有他们的文化。我觉得不同的语言很难，不同的语言很难。我觉得中文很容易，但是写汉字很难。同意吗？我同意，但是我找好了一个办法联系汉字。我先复习新的汉字，然后我就着跟新汉字。我也在教室一个拼音都不用。休息的时候我听中文课，然后我连起说一样的课。下个以后我说中文跟我的朋友。每天学校以前我听中国歌。我还觉得听力很难。你什么联系听力？我看很多中文电影，和我跟我的中国朋友说中文。好，你的学听力的打算很好。谢谢你。我觉得就要学下雨了，我们可以去宿舍。可以，来。